国际赛主国三控控 D 湾区为了要帮助推广在地文化特色，九月二十二号将会伫考古游客中心来举办闹热闹嘅文化活动，来邀请歌星来唱歌，啊，佮安排书法创作甲乐器嘅表演，而且活动当中佮请来总铺师用考古嘅食材来做各种美食甲海产料理，佮有新鲜水果所做嘅点心，希望透过活动会当互佮较侪人做过来考古佚佗。大家精神十足来画虾，要让民众感受到赛主会的活力。国际赛主会积极帮助推动在地文化，常常在各地举办公益活动，希望帮助靠后乡用活动去领调，做伙来感受靠后地方地的美丽。那希望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提升社区的文化品质，然后结合大家社区的居民，大家共同参与。那我们狮子会办的活动，就是希望家庭和谐，社会的正能量，也希望这样子的活动提升社会对狮子会一个认识。活动内容是精彩丰富，不但有邀请歌星来演唱，也有舒缓创作、家己演奏等等的节目，希望让来参加的民众能感受到热闹气氛。我们有知名的艺人的演出，还有国际级的二胡摩索，还有现场挥舞那个毛笔挥毫，那么还有那个只要你来打卡，我们就送餐券。我们的餐券可以领到我们当地的食材鳗鱼汉堡，还有一个要保留，就是我们水林乡的一个地瓜创意料理。用艺术的结合，这个我先保留，你们来打卡，我们就送餐券给你们吃。现场嘛提供满满的海产料理，而且拢是使用在地食材来煮，不但吃品质个挂保证，就是希望因到处推广靠后的农特产，让大家吃到食材的美味。这个配合我们在地的观光加上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呢，在地的产业这个特产。融入到这个食材里头哈，希望九月二十二号那一天呢，大家可以共同来参与这个盛会。九月二十二号活动正式登场，有趣味佮多元的活动要邀请乡亲做伙参加，到底来感受现场的热闹，体验沿海地区的美妙风景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